但是我抓到了，电还很多吗？哦，又是你在撞你干什么？很喂，这是有病，看不到电池，你才有病吧？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抓到一只杰尼龟超强，杰尼龟有什么强的？我抓到一只皮卡丘才强，皮卡丘怎么强啊？拜托，怎么算杰尼龟强啊？哦，电视上都是演皮卡丘当主角啊，没有，真的杰尼龟比较强，不然问小队员。来，同学同学，你觉得杰尼龟比较强是皮卡丘？皮卡丘。皮卡丘是皮卡丘比较强。我觉得我要再问一个，同学同学，你觉得皮卡丘比较强是杰尼龟？皮卡丘。哇！皮卡丘是皮卡丘比较强啊！我跟你讲，又说都不准。哎，那要怎样说才准啊？我大师进行决斗啊！你是说决斗吗？我开始决斗吧！决斗吧！去吧，杰尼龟！去吧，皮卡丘！皮卡丘使用十万伏特。受伤了，受伤去治疗啊？那要去哪边治疗啊？当然是神奇宝贝中心找乔伊小姐啊！哦，走走，还不赶快去神奇宝贝中心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龙门这里神奇宝贝中心里面的乔伊小姐超正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哦，你说这个还真的吗？